人出局了。你叫什么？天王，你怎么被抓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吧，宝贝们，里面够你们受的。出来吧。心疼的，我叫鬼车，白芷，这是天王，太有人才了，拜托，这里只能走出去一个，让他闭嘴。现在搞得像朋友一样，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杀？你们是先杀了谁？啊！还是你？我他妈先杀了你，让他带我们先找到解药。
地上去，里面好像有不少人。
觉得我认识你。对，现在才认识的，但我和你不是朋友。不是，我是说等什么？你想让我加入你的，还是杀了你？听到了吗？你的朋友已经被干掉了，这已经是第十二声枪响。在这里没有感情，所有人都是零。我也该走了，再见面我们就是敌人，所以最好不要再见。我也不想杀了你。太没用了，你最好干掉他，保重。要不要吃点儿？真的吗？
昨晚会杀了你，因为我要活下去。但不是现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救我？不单只是救你，我也是在救我自己。跟我走。如果我想杀你，你早已经死了。看出什么了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尸体呢？尸体怎么都不见了？你说你认识我？我不太确定，我也有这种感觉。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吗？记不太清楚，很乱。我也记不清我是怎么被抓进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什么意思？厅长，我怀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不是真实的。我们都是假的，不存在的。我知道这个很难说得通，我也只是怀疑。我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们自相残杀，但我感觉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可能是虚幻。怎么能证明？我相信所有的真相都在那道门后，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冲出那道门。时间不多了，枪声一共响了17次，说明除了你我还有一个人。
心理记忆实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意识很强大，会残存一些记忆的碎片，从而导致无法完全的将虚拟记忆植入进去。也就是说，实验结束后，被实验者仍会恢复原来的记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成功。加速循环。是。
参与我们的游戏。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你们二十个人要靠自己去寻找食物、武器，而搜集这些物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刷掉彼此。听到枪响，恭喜你们，又少了一个对手。那儿有一道门，最终你们只有一个能从那儿走出去。在那道门的背后，有香醇的美酒、可口的食物、大把的钞票，更重要的是自由。祝你们好运。放下你的武器，没准我能放过你。鬼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关于你的很多事情。你是谁？我是白芷。白芷，我知道你不记得了，但是鬼车，我们是朋友。你跟我开玩笑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知道，听着鬼车，你之所以都不记得了，是因为你的记忆被人为的修改了。你现在的记忆都是假的，包括这场生存游戏也都是假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有人利用你们的记忆制造出来一个虚拟的记忆空间而已。并且我出现在这儿也是为了带你们离开这里。其他人的记忆也都是假的。没错，其他几个人的记忆也都被人为的篡改了。那么你呢？你凭什么相信你的记忆是真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个说来话长，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清楚了。我们还要去找其他几个人。没准你是想让我放过你想让我为你松绑？我可以帮你解开绳子，不过你不要耍花样，不然我就算不会杀了你，但我保证你会比现在还要难过。听明白了吗？你为什么杀了我？我说过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你，我是来救你的。
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当然，不然你现在早就被我干掉了。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很简单，只要我们能够确保在20个小时之内顺利地活下来，在听到一声很刺耳的响声之后，就能回到真实的世界了。不是说只能活一个吗？那只不过是一个让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借口而已。听懂了吗？说的做就好。我们要做些什么？找到其他几个人，然后把真相一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呢？没有如果，我必须得让他们相信，这样才能阻止我们之间相互残杀。你要是阻止不了呢？那就想办法让他们都活下去。那你怎么？闭嘴！你说为什么呀？对付一个卷头发的女人的时候，下手轻一点。还有，她身后栏杆上有个刺，
注意避开。什么意思啊？你不用动，记住就行。小心背后。左腿上有一个美人鱼的刺青。还有你的脚好臭，不信的话你脱下靴子来验证一下。算了，还是不要了。说了这么多你总该信了吧。你笑什么笑，赶紧给我松绑。Thank you.
有我们所有的人，或者说是我们的一部分。我带你去看。看到了真相，所以我宁愿在实验中作为一个人而活着。
后来给他们带到这里，我负责对被实验者植入记忆和身体状况监控。这么说你能唤醒他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跟我讲条件，快唤醒他们。带我离开这里，求你了。
Thank you.
就放下。我是来帮你们的，为什么？我不想看到你们死。手下星星的，你个内鬼！我们还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你，我们的任务怎么会失败？现在李顺死了，李昭也死了，你高兴了吧？你巴不得我们也死吧？对，我是罗刹的人，我身不由己。现在，给我一次补偿的机会。他说的是实话，有好多次他都有机会置你们于死地，可是他都放弃了。白痴，鬼车，你们也知道，完成不了任务，即使你们冲出去，回去也要死。我带你们到中控室，现在有恶养在，他能帮你们毁掉虚拟记忆实验。还有，罗刹有应急的自我摧毁系统，毁掉罗刹，然后离开这。我们为什么相信你？没时间解释了，你们不得不相信我。现在我已经破坏了这里的所有监控系统，但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修复好。再不走，就没时间了。人呢？谁啊？说，人呢？走吧。都葬身在这里，这都是按您的要求。
球设计的，我没有办法。你最喜欢的，谢谢。我来。后面是扇门，从这扇门出去会有一条通道，沿着通道一直走会看到一条隧道，隧道的尽头是一扇与外界连接的门，这条路除了我没人知道。祝你们好运，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自毁系统要罗莎 BOSS 的指纹才能启动，我在这里等他。天王，你我们都失联，但总要有人活着，这就算是对我做过的错事的惩罚和补偿。自毁系统启动后会在十分钟之内摧毁整个基地，看着他，一定要在十分钟之内离开基地。你们快走吧，否则来不及了。你起来，我马上出去了，我马上就要出去了。